啾啾老恒，如日方升。这座城是天下唯一一个没有外城墙的都城，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恒人手中的剑都是城墙。10年前，大恒王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修行之地，叫巴山剑城。大恒强盛，巴山必亡。玄武，昔日你们对我和巴山剑城所做的那些，一定会有一个了结。梁金梦的传人回来。凡人已死，寡人已经知晓。王上可是在忌惮什么？即便他真的回来了，又能奈我何？我生命中重要的不止复仇，还有你。我白羊洞终于有希望了。该不会是虚洞主的私生子吧？哎呀，姐夫，击败强者是你们的目的，但是人生在世，要做英雄而非烈士。生死面前我毫无畏惧，然而在天下苍生面前，我们的仇恨又显得微不足道。时过境迁，连仇恨都变得复杂了。何为强大？不是杀戮，而是守护。